群群本来要加入节目，因为小鬼的关系，就是后来就没有。我不会卷，媒体会写一些根本就无关紧要的，然后硬要把我赶出去，我躺在那边也被啪啪啪。今年的跨年又准备要当收视之王了？没有，就把最好的表演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跨年就是大家开心。那今年有准备一些 special 的吗？相声。哦。一样的表演嘛，一样的表演就是开始迎接新的一年2023。小熊第一次在台湾的参与音乐节，对，感觉比较好玩。但每一个人对于实境秀的解读不太一样，那这边还没有那么真实的实境秀。那真实感当然就是所有的摄影团队啊，还是要慢慢去了解真正的实境秀的那种方法，这样。有一些还是需要他们会去设置一些东西，因为我像我一开始我想自由自在的去玩一些内容的时候，就会被阻止。反向操作，不玩那个游戏，我要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拍到他们想要的画面。对，下部就两只手都分开了。分开，刚开始都会觉得一回到家，好，赶快先把老大先遛一遛。遛完之后再回家，然后遛老二，其实真的很累。遛老二，聊到老二老三了。哇塞，你干嘛？你不要想歪，我都没想到那个。他的鼻子吗？不要想歪。我以为晚上干嘛？我不会帮忙。会啊，但是他最近也就比较忙。有时间的话就一起，没有时间的话就单独。那之后会不会给杨总给很大压力？原本不会，但是确实来到节目中就会感受到蛮大压力。像才艺课啊，那个还好，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，但我觉得好像我是在上一个新手爸爸的课。那有时候好像想到就感到在懂的时候，有这种步入家庭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可以啊，但是还好还没。因为妈妈说男人带小孩都乱搞，我说乱搞是就都乱教啊。我以前学的就是可能不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这一次我发现我自己确实。跟楚哥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吗？啊，有在观察的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问小猪一题时事。时事我没看新闻，不好意思。我再补充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啊，就是真人秀的这个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反向，导演组给我们什么指令的时候，我硬会想要去做别的事情，我就被阻止了。但是我还是会从中间去做一些破坏。之前有做圈圈，本来要加入节目，因为小鬼的关系，就是后来就没有。我不会卷。有，因为之前有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不会尴尬，那是因为他后来是因为去日本拉拉队的一个活动，时间有嘎到，所以就没有了。因为大家都喜欢，就是媒体会写一些根本就无关紧要的，然后硬要把我赶出去，我躺在那边也被啪啪啪。其实是真的有点无奈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对啊，你就抽屉防弹衣啊。